今天吃个外婆菜炒鸡蛋饭啊。这个外婆菜9.9发两袋啊，回家炒，回家要炒着吃啊，不需要洗。炒鸡蛋炒肉末都很好吃，炒饭也很好吃啊。拜拜，好久没吃了。这款香辣肥味的不错，这边喜欢吃酸辣粉可以拍一单尝一下啊。拜拜，宽面。
这个是酥肉。贼好吃这个宽面，这个宽面28块钱的话有2斤，它是手工宽面啊，很精煮的这个。